今天一会儿也不接了，好好想想想想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师。今个30块钱买一百红子一白菜，今个做一个白菜粉卷，等到我。师傅，你咋买那些白菜啊？便宜啊，2毛钱一斤，老头卖了我给他要完了。30块钱买一百五十多斤，下雨了天要白菜盖。你看今年再便宜不便宜？那时候你个单也没完，就单一个小时了。那都表现的不赖。咱把白菜洗一下。你这回咋下大了？这白菜整小块，先把豆腐切成片儿。再切了葱姜蒜。再切了肥肉片子，这东西炒的香啊！给我倒药，跟人豆腐煎一样。煎好的豆腐先盛出来，这都变成煸炒一样。下入葱姜蒜，先放点老头，再点料酒，下入白菜。放点盐调调味儿，再放点南呆，再放点鸡精。筷子不得劲，还得用刀啊。加入豆腐，加入开水，抹入豆腐，加入泡好的粉皮儿，盖上锅盖，炖上10分钟。行了，尝尝盐味，正得劲。放点香菜，出锅。白菜粉卷炖豆腐出锅啦！吃饭、啊，小牛给你弄暖和点，暖和不暖和？暖和，暖和。来，吃。吃饭啊！好，吃饭了啊！这菜得意的很呐！今个下雨了，好着凉。今下雨活也不接了，好好想想想想。一天都看这里，好看不好看？